开始吧，解体，一摇泵一，摇泵二，关门，关门盖。压力表20，那种侧缸，侧缸高前进啊，压力表到20，然后九缸退，3秒钟再回座位，把小门打开，到20，然后再把九缸往前推，把包块推出来，还是看压力表，也是到20，然后退，然后主缸就往后退，然后再把小门关上。然后再退出。